手撕包菜是藕相当喜欢的一道菜，包菜的甘甜，五花肉的香醇，点缀上两只娇艳欲滴的辣椒，口水。手撕包菜的做法步骤：一、包菜撕开备用，五花肉切片汆水后下油锅煸，炒至黄色出锅备用。二、下蒜片、辣椒、豆豉煸香，放入包菜和煸炒香的五花肉，快炒调味。三、调味后迅速出锅，包菜软趴趴出水了，这道菜就大打折扣了。